太兴奋了啊！大家好，这里是富翁约谈器啊。戴维老长时间没洗澡了，自从上次得了这个脂咽炎之后就没洗，太脏了啊！今天给他洗一洗，给他洗澡是挺稠的慌的，这工程量有点大。哎呀，好嘞，这怎么了又？走啊！又懒晒，哎呦我天，那么大块还懒晒。走啊，戴维，沐浴，你这，走，好了。哎妈，他一进来，上去，有点小。没在这里洗过吧？洗过。怎么上去不敢动弹了？我感觉他又胖了。怎么像牛犊子？他是大狗老实啊。那狗那腿比我狗都粗啊。他好像比你沉吧？对。我一百五十斤。戴维多少？一百二。有那大脸蛋，戴维都不会动弹了，吓得都站在这个栏板上，还害怕。看看看看戴维，虎背熊腰啊！不过你的眼神一下就出卖了你，戴维一点不凶。哎呦，戴维，你的大嘴唇子，性感的大嘴唇子，嘟嘟唇，我感觉他一口就能给我那什么，我手咬断了，凶你了！哎呦，你看你俩，真的，我这手脖进去就卡死了，我觉得咱们的都白费进去了。就看他想不想，大腿，看大腿感觉人粗了，全挤出洞洞了，这样是凸显一同身材特别苗条，两个棍儿字在上面，他就像火腿一样，马上就完事儿了哈，你看戴维多少人羡慕你，香喷喷。戴维，香喷喷，真听话。哎，头水大，谁头大？他是你脸大。啊？他是150斤的脸大。脸大吗？嗯。坐好。谁脸大？往后点。戴维的脸大。好了，洗他一个澡，大工程，下来，哎呦。